SNH48 Team NII 的陆婷，其实第二届总选举的时候呢，觉得自己进 Top 16的可能性也不是很高，那个时候，所以说成绩报到自己的时候，觉得挺惊喜的。第十名这个成绩来之不易吧，然后觉得走到那个前面要讲话那个话筒的时候，我觉得每一步都让我觉得很艰难，因为我觉得。在回想去年就是那一年做过的事情，然后边想边往前走，满意。因为第一年的时候我是没有进嘛，然后觉得很不容易，因为可能就是跟了我很久的粉丝都知道，我是从边缘然后爬到了这个名次，就很谢谢他们，也觉得也很不容易。去年的时候是我们整个 SNH48 成长最大的一年吧，就是可能脱离了之前就是很稚嫩的外表，还有一些很不成熟的时候，然后一下子觉得啊，原来我们离自己的梦想好像一步步的前进了很多，更成熟了一点。去年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方面是不自信的，觉得自己是不是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今年大家也知道我很少回剧场，因为外务一直都是常住在外面的，有国民美少女还有盖世英雄两个节目，然后觉得自己身上的压力也很大，然后在外面磨练的觉得自己渐渐的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真正正的好像可以站到自己原本属于自己的位置上了。就是去年第十名的这个压力让我觉得好像今年应该做得更努力一点，然后觉得今年的付出可以说是可以配得上这个名号了。碰到的很多那种艺人是真的是实力唱将，然后实力歌手，他们的组合的实力还有他们的唱功真的是很厉害，让我觉得原来我们还要成长的地方有很多很多。所以说觉得要慢慢学习吧，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的。今年的粉丝的人数也是上涨了很多，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去年自己给自己粉丝叫了一个陆战队嘛，然后觉得现在的粉丝的人数越来越多了，然后觉得很开心，然后也谢谢那么多的人喜欢我，然后很谢谢他们。其实我觉得还不是很好，但是呢拿到了国民美少女 MVP， 我就觉得啊没有白费我的努力，然后觉得很开心，然后也谢谢粉丝，我觉得真的很给力，谢谢大家。为了更多的电视或者其他综艺上面的东西，很少回到就是星梦剧院演出了，然后演出渐渐变少，就会觉得是不是离粉丝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了。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我往前走的一个动力。今年的总决选呢，我也自己给自己设了个目标，是神七，因为我觉得怎么样都要比去年要更进步，然后我希望我的粉丝跟我一样，就是朝着这个目标一步步的前进。明年的话，我想要尝试更多综艺主持方面的东西，因为我今年做的就是出的通告或者综艺都是比较偏向于歌舞的，然后这次的话呢，我想说能够多一点就脱口秀之类的。因为觉得我很难说出来那种很肉麻的话，所以我就很不会说。但是其实呢还是很谢谢他们，因为如果不是你们的话，我也不会站到现在这样子一个位置。然后觉得他们都很可爱，因为我觉得我的粉丝力量还是很大的，
就是他们会做出一些让你觉得很出乎意料的事情，然后也会陪着我一步步的把自己的梦想实现，然后我在成长，他们也在成长，所以我觉得人生路上有他们相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觉得很欣慰，然后希望大家跟我一样在未来有个好结果。希望今年第三届的总决选可以拿出最好的成绩来，然后希望自己能够晋升期吧，然后希望陆战队们陪着我一起勇敢地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